到的这个机会呢，颅脑损伤造成智力减退，构成交通事故四级伤残，四肢瘫痪构成三级伤残。这个拿到了双方鉴定的情况下，当庭找到第三次起诉的轿车车主赵刚，申请法院确认妻子赔偿以及愈合护理等等费用。而在要求的这些赔偿费用当中，高德军特意提到了对新生儿天赋的抚养费用，因为他认为妻子不仅失去了劳动能力，也失去了抚养天赋的能力，所以这一切都是源于那场交通事故。但他万万没想到，之前一直对于高德军的赔偿要求没有提出过任何疑义的轿车车主赵刚，这一回却不干了。这个孩子因为我测试的时候呢是没有这个孩子，没有这个一个产品。对于这个道理的时候，我想让自己要记住一句三句话，我想想对你的方面就看看。赵大车主赵刚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车祸当中我开的车确实的对你们造成了伤害，所以之前你们提出的赔偿，不管是你高德军的也好，你妻子的也好，还包括你们那个女儿的抚养费，这我都可以接受，一句话都不会多说。但是让我对车祸发生的时候一个不存在的人进行赔偿，我就有点想不通了。可是高德军呢并不这么认为，他说发现妻子怀孕的时候胎儿已经四个月了，而出车祸是三个月前的事，也就是说在车祸发生的时候孩子已经带着妻子肚子里了。妻子不知道孩子喝了，他知道是在发现的时候他知道孩子这个小孩因为高德军的这个说法呢，轿车车主赵刚又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说：“你的妻子虽然是怀了孕，但并不是非生不可的。在你的妻子病情危重的时候，不放弃胎儿，那是你们的选择。而因为你们的选择，反倒让我来承担抚养费，这还是有点冤枉。”假如这个孩子，我就是嫁了孕的，我这个我会怎么样？这个孩子，我肯定不是这种责任。接下来，先后三场官司，双方第一次形成了对立，还产生了不小的争议。诈骗过去呢，似乎还都有些道理。那么这件事情最后的结果会怎样呢？面对原本很好说话的轿车车主第一次提出的赔偿，高德军还能否顺利的为他的儿子争取到抚养费呢？但是现在由于交通困难，高德军想为他刚刚出生的小儿子争取到一个抚养费，所以第三次起诉了轿车车主赵刚。之前一直很好说话的轿车车主呢，这回决定是冤枉，不干了。他觉得是你们要把孩子生下来的，凭什么还要我负责？那么法院对这件事情又是怎么看的呢？他在他妈妈就是他们交通事故的时候，他妈妈就叫了他买提反应，反应就是他出生以后，出生以后就是他妈妈就开始抚养，抚养这个能力，在这种事情上他就肯定是他的能力，他就有权来做他的抚养。出于各方面的考虑，法院呢还是支持了高德军的诉讼请求。这可说实话，真得好好的表扬一下轿车车主赵刚，在法院的调解之下，他又一次表示了理解和配合。这是在我们生命上的一个因为在公安法中，赵刚再次支付了高德军妻子的赔偿、护理等等各项费用，共计5万多元，这其中也包括缴天赐的抚养费。从他出生，尽管还是不能够解决，还需要护理，但是他已经能够跟高德军和孩子进行简单的交流了。目前呢，高德军所在地的这个政府已经在他们家办了医疗手续，已经有生活可以进行。而在此来，高德军的政府的总理助理张德对这个家回来了，很充满希望。
一场交通事故给高德军的家里带来了持久的伤害，但是在事故的处理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双方对于法律的尊重和对责任的担当。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使得高德军家里在遭遇了飞来横祸之后，没有陷入困顿和绝望。